帅和可爱之间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比如说盐和甜之间，更喜欢盐？我选盐吧。好的，老公，我们知道了，你一定很帅。该来的总是会来的，来的。这些粉丝也太会了吧！倪妮电影首映会现场被粉丝问到盐和甜之间更喜欢哪一个，倪妮立马插兜大老话说喜欢盐，没想到粉丝现场直接叫老公，这下可把我们霸气十足的倪总整得害羞转身，心情也一直不能平复。走过最深的路就是粉丝的套路了，没想到平时女汉子性格的倪妮也没逃过粉丝的土味情话。感性的演员，原来真的对我这场戏帮助很大，我当时心里是特别感动的。